开心，你们老板今天来医院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一下。啊，今天呢，差不多12点多的时候，老板敲我，老板给我打电话说，姐姐快救我，我肚子痛死了，快陪我去医院。然后我也马上进办公室嘛，然后我们陪他去医院。圆圆，你今天先到了，你说一下怎么个情况？今天先来吗？怎么是我？不是先来吗？因为他先来，但是他说我先来。他到了以后说你已经在了。他已经在了。对啊，他说你已经在了。我他来了5分钟。好好好，那你说一下。我来了就看到他就是在。圆圆，你说一下你到了以后怎么个情况？我还坐救护车了呢。对，因为怎么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他就很疼，然后他出的很多汗，我和欣欣就带他去一个附近的医院嘛，然后但是在那边的他们不太专业的那些，然后就转了个院来这里，就大一点他们就可以检查出来。那医生怎么说？对，现在的话就医生他说他就是被怎么那个肾有石头啊？但是只是小小的，就肾结石小小的。他以前也有了，但是以前有啊。对，以前有过了，现在就没什么大事啊。对，没有大事，就是只是今天的话比较可能是还没睡得好，然后是炸起来了，他就疼了，就是就是很疼那种，比较疼。但是现在都没事了，现在他就在那边，怎么？输液，对，输液，然后就等，大概就半小时后就可以回家了。啊，再等半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。对，那拿药，然后就住院。啊，那行，那就等一下吧，你也放心了。好，他没事了。对，辛苦了，你谈个，你今天从中国过来，又马上来这里就看老板了。对呀，这个很正常的，我们都关心的嘛，大家这么多在两个老外在越南嘛，对吧？在越南。那你们要看的老板，然后也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因为是不是你们中国的嘛，要照顾好自己，不然就生病了没人在身边也不好。行，不是没有近人，好了以后让他好好感谢你。对，要好好感谢我的谢谢，啊，特别谢谢，谢谢天天，谢谢天天就跑来跑去的，很辛苦的。我负责的什么给钱嘛，但是谢谢的负责那个医生说什么跑，那好辛苦了。行了，辛苦你们两个。我现在照顾这个小老外。好，就等老板就好了，我们拿药，然后就可以回去了。行。这样你也跟粉丝说一下，让他们放心。对，放心，没事的。我现在去买给老板的一个椰子，他想喝椰子，他不想喝牛奶和那个矿泉水了。云云的话再去办那个什么住院程序，等一下等半个小时后，老板可以回家了，家人们。不用担心啊！我买了一个椰子，35000，真的太坑了。平时的话20000是最多的了。云云在那边等我，可能把那个好了。云云，云云，你那个办好了吗？说还没接近呀，还有个。这是血的，但还没有结果。现在的话就要先去拿药。去拿药。然后就我还是在等的，他打电话就可以出院了。啊。等一个多小时，他还没出院。从尾12点到现在还不能住院。那刚才老板你好了是吧？对，好一点点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去买药吧。好，那走。在哪里买药？越南人吗？换越南了，找。
老板疼老板不？疼不疼老板？还是挺疼一个人在越南太辛苦了。我们现在进来了，然后拿药，等一下那个医生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我们拿到药了，圆圆这些药多少钱的？就是药很多药，对，很多。因为他们说，他先回家再要一个星期嘛，然后就如果还是很痛的话，就很难受。对，再检查一下。再检查一下。今天还是幸运好。对，还没有什么大事，就是太痛了，痛死了。怎么跟你说的？刚才在医院，老板痛死的时候，痛的要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谢谢和云，别离开我，在外面等我，别离开我，是不是我死了？谢谢。”真的像小孩一样，好可爱的那种。谢谢你云，别离开我，是不是我死了？他起来了，他什么？他好起来了，他就看这个视频。怎么可能？12点我在洗澡洗衣服的时候，他敲过来，我马上过来，那是不是很好的员工了？云云也是，都还我在睡觉。对，在睡觉，然后老板打过来也马上过来了。我们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等了，等好就不回家了。对，没有什么大事情。对，还好。对，就是简简单单的记录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昨天10点多的时候，我老板已经住院了，然后我们也回到家了。但是昨天的话，大家都很累，所以也没拍到什么。今天呢，我来办公室的时候，看到老板，他的病还没好，肚子还是很痛的。我买的给他那个粉他都不吃，可能今天早上和中午他还没吃东西了。刚才的他想吃个饭，所以现在我叫云云过来一起去超市买东西，然后给老板做饭啊，给他做饭后然后吃，然后还要喝药的，吃药。我看看在冰箱里面有什么啊，还要去买什么啊，还有那个没有什么了，冰箱里都没有什么了。昨天的牛奶他一盒都没喝的。这里的话还有青菜他看我买给他的粉他都不吃，一点也不吃的。我现在叫云云一起去买菜。云云来了，去买饭了，去买菜，我们一起做饭给老板吃了。云云快点。你在楼下干嘛？在唱歌啊，在改直播间。老板想吃个饭，然后我们一起去超市买。我也不知道做什么饭。你可以做饭，我可以洗碗。但是呢，不知道我做的饭敢不敢吃。可以的。可以啊。现在冰箱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青菜。对，老板2天都没吃什么了。我好可怜，老板。这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去买菜，然后做饭也可以。等一下晚上也有新人来了。对，还有我和我妹妹。对，云云二妹和新人一起吃。堂哥呢？堂哥呢？在楼上，可能在搞什么？叫堂哥做饭。叫堂哥做饭，你是不是不会做饭？你说我会的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从你回中国的时候，我还没吃过你的饭，是啥回事？你不要说呀，说呀，从什么？从啊。我来上班的时候开始来上班了啊。对。还没吃过云云的饭。那就去超市买菜。好。那我们一起啊，拿钱嘛，拿钱呐，钱呢，不用钱。
哎呦，白富美，就发了就发了。在楼下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超市，就不用去外面。我们在楼下有一个小小的超市，现在进去看看云云今晚做什么饭啊。云云今晚你打算做几个菜？你的饭有毒，真的。是了，就迷信。我们买了一个排骨，看云选。八块。八块。中文是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但是我突然忘了。突然忘了，这个。我们买了这些东西。很会跳哎。什么什么？都冲了。OK。够了吗？哎，好好看哎。东西了。这什么水果呢？啊，水果。堆一堆病人的。你等一下去，给他买一点什么？椰子。哦，昨天的椰子没了吗？没了。三个没了，这么快？他只喝椰子，他没有喝那矿泉水。那等一下买椰子，我们再买一个柚子。我很喜欢就这个。哎，我希望我的项目像两个柚子一样。你的头大，那你是一个三头人。三头人，看看云云会不会学啊？等一下我接的时候，随便拿，随便拿，好吧。我们买好了，现在去买单啊！看看我们今天。你猜多少钱？猜对了，今晚我给你洗碗。帅，多少钱？这个做的面线，我看见的，只要去买单，那就猜多少钱。我们现在买完了。对，云云开始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你的表演。看看今天我们云云给我们做什么饭啊？那我们就拜拜了，云云。这个视频到这里，等一下还有二妹和云英姐姐来一起吃饭，我们六个人一起陪老板。拜拜，好好，笑看风云，一路陪老板。拜拜啦。这个视频就没有看到老板。下个视频见老板，让他们放心啊。我们就拜拜了。